路加福音2:25-32讲到西缅的故事。上帝应许西缅在未死之前必会见到弥赛亚。西缅是一个等候上帝的人，他一辈子等候上帝的应许实现。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耐心和坚忍。圣经说，西缅又公义又虔诚，有圣灵在他身上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前往圣殿，没想到上帝的应许就在圣殿里实现了。他遇见玛利亚和约瑟，还将耶稣抱在怀里。就在那一刻，一生等候上帝的应许是值得的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膀臂抱着上帝信实的代表，那是何等溢于言表的震撼。路加记录了西缅手里抱着耶稣称颂上帝。我们不知道西缅是否感动的落泪或兴奋的跳舞，不过如果你是他的话，你可能会和他有类似的反应，而赞美是最合宜不过的反应了。如果你一直持守着上帝的应许，而且感觉上好像遥遥无期，不要灰心，他是信实的，而且他对时间的掌控完美无缺。不论你领受的应许是在几周内实现，或是要凭信心等候一辈子，成果是值得等候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信实的，我知道你值得信任，你给我的应许都是真实的，我会一直相信你的应许，并充满期待的等候应许实现的那一天来到。我知道你对时间的掌控完美无缺，我要衷心的等候你，并要先为你将实现的应许赞美你。阿门。